楚门35系列单板音色试听。我手里这把是来自于楚门的 TF35 系列的云杉单板，它正面是采用的西里卡云杉单板，然后音孔这里有一些母贝和实木的镶嵌，然后一个非常简洁一个方形的琴头，然后封闭的旋钮，然后它的侧板和背板是桃花心的合成板。出厂的琴弦是达达里奥的 ESP16 系列的镀门高端琴弦，然后这琴头的背面可以识别真伪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卡片来识别真伪，然后是五拼琴颈，非常结实啊！这个琴颈是这个价位，那我这个琴颈非常难得。加强琴颈的话是让你这个琴不太容易变形，尤其在一些这个湿度大或者是那个温度过高的地区的话，这种琴颈非常稳定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的空弦音。这个延音非常久，我们弹下分解和弦。我们试下扫弦。高音也足够清晰，非常均衡的一把琴，这个价位这个性价比非常值得推荐了。出厂的吉他包非常厚，可以说是在这种材料包中是一个顶级的厚度了。然后这里带这个琴托，然后这里边是防刮的一些细软的材料，外表是那个防雨的材料，非常好的一个包。加湿除湿一体的一个小盒，这个东西是可以放在这个里边用去使用的。然后这是出厂自带的插琴布，然后这是一个楚门的一个扳手，还有一些拨片。然后这是一个楚门的说明书，记录了楚门这个吉他品牌的发展。